真的，这边这边就不是，我们在红木农场不是走这一种的，不同的农场。这个是比较刺激的啦。哎，现在请看示范，请看示范。尤其那个有穿鞋套雨鞋的哦，请问这个有体重限制吗？没有，不能太重吧？不能太重是几公斤？100公斤。其实它都浮在水面上都还好啦。哦。各位各位贵宾，请看一下示范哈。中间，这边比较可怕。这边的这边比较安全，那边太可怕了。5个月前我有走过了，不会怎样啊，不会掉了，很快。是有雨鞋会比较好。我不要下去。对啊，我们看就好。不是，大姐，你的雨鞋借他们穿。你们现在进来的地方哈，我们徐小薇介绍一下，这边有个竹子哈，下去深不见底，我可以示范一下给你们看哈。哦哦哦哦哦！我们大小姐现在开始示范，我们不能直接选你这招。待会你们的位置哈，现在踏在中心点，然后我们示范一下哈，这只有竹竿，深不见底有5号。直接绑啊底下。深不见底。看好长度哦。对。我先来一只，总共有可能深5只不见底。哦。哎呀。深的。不见底嘞，因为下面都是水草，你们写肚了呀？那个根卡住。对对对，草根、树根呐，泥炭土。不会掉下去啊！不会掉下去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没有衣服带，怎么带衣服来？因为不同的农场它有不同的设计，体验一下。他要提供棍子给我们拿。你不然你要用你的雨伞吗？也太那个了。可是雨伞太陷下去了。对呀、啊。好了好了，这可以了。可以了哈。拔不起来呀、啊，很难拔哈。然后你们待会下去哈。你要救我哈。哎呦，有雨鞋的啊，就去呀、啊，光脚丫啦，光脚丫踩在上面。